刚百草落蒙一登场呢，就发现说怎么这个广告期间大家站起来说你们都要走了，怎么我一唱歌你们都要走了？不是，观众坐久屁股会硬硬的。对对对，站起来这个活动活动。对对对，别没信心，你看这边很多你的粉丝，对不对？哇，谢谢。哇塞，你是宅男杀手哦！哦，我看到这边好几个看起来哇非常有书卷气的，还有台大的数学系的鱼皮也来了，哇，是个怪咖，在我们大学生里面啊，他特别欣赏你。真的吗？对，待会留个电话给他。好，好什么好？今天他要选的是呢，也曾经让他得过高分的闽南语歌曲，这特别了。来自蒙古的朋友唱闽南语，哪一首歌？无字的情批。你可以用台语念吗？无你的情批。无你的情批。好，掌声欢迎小白的演唱。但是伊捌真多代志，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有雨水。阿妈不捌你，但是有一张情批写给伊，经过几十年不捌听开。伊讲写你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思合意，无留半日就当了过去，不甘心付出的遗憾归暝，我爱的失去意义，情歌拢无你，痴心变痴迷。我甲阿妈问，阿妈的情歌是写什么？伊讲情人要来无勇气，才来用力骗情。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力骗阮开。谢谢。小白这一首刚刚还说无字的情批哦，好像对这个台语没什么把握，但是一唱完，我看到几位老师都点头了。尤鸿明老师认为小白今天的表现是其实这是许常德当年呢这个直接传给我歌词，然后我在15分钟完成的一首歌。哇，这样骗钱的？不是啊，这样有灵感了。因为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情绪酝酿，就一气呵成。那我觉得。小白今天也是蛮让人家跌破眼镜，一位从内地来的歌手选手，然后能够唱闽南语歌，还找到自己的歌路，还找到自己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刚刚白潮在之前有问我说，鸿明老师这首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表现？因为我觉得小白很容易在这首歌上面，唱得很清淡，唱得很就是表现他美声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就是要像这样子用一个男生的态度，男生的眼光，帮这个阿嬷说出她一辈子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一首歌的时间就要表现出来。我觉得白潮你今天掌握得很好，很不错。谢老师，谢老师。老实说，我还蛮被你感动到的耶！整个的这个才短短的这个2分钟左右，他可以把起承转合表现得这么好，白潮落蒙会不会大翻盘？请评审按灯。
小白的演唱《白衣瓜》，得到的分数是24、25、26分。哇！四位老师给了5分，尤明老师给了满分。这一点，小林老师刚刚也一直在点头啊，唱得很好。我觉得他好奇妙，他跟那个闽南语跟这个台语有一种关联性，是，我也许我们太习惯听那个就是台语歌，他或许有一些愧靠，有一些好像你这样唱就是要有一些江湖味，可是你身上是没有的，反而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台语的味道。那我觉得真的就像这个洪明讲的，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就没想到最适合最好听，每一次得到高分的几乎都是闽南语歌。对对，你有没有去算过前世今生啊？有可能你真的前辈子就是台湾人。有这个可能哦。对 啊， 對啊，就娶一个新妇好啊，台湾新妇。我唔晓讲台语啦。你唔晓讲啊？对。所以真的表示你的耳朵真的非常细腻，真的很棒。这么高分，心情应该很激动哈，小白。对，特别激动。刚才上台之前还是比较没有信心的状态。对，现在心情因为。下面我要和志轩老师合唱。哇！跟志轩老师合唱，其实压力特别大。当然 ，one take。对，特别大。所以希望能不给志轩老师丢人。好，那你在这一站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好好去喝口水，喘口气。好，掌声恭喜小白，谢谢，这么高的分数，太厉害。